我写完的城市啊，把它贴到这边来，所以一模一样的，只有五行城市哦，所以你会发现这五行，还蛮精简的，OK 哈。啊，另外当然我还有方法二，方法二有七行，多两行，所以我建议啦哈，当然一看，然后这个方法会比下面的方法来得好一些些。那里面如果你假设你要使用第二个方法，到底跟第一个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哈？我们来看一下哈，方法二的话呢哈。基本上呢，哈，主要是大致上都结构是一样的，哈，上等于零，跟这上面一样，input 我也没转型，一样是98765，OK，只是说这边会多一个什么呢？把98765哈，先丢给一个叫 MUME 的一个变数，先存起来。为什么存起来？因为哈，这个底下的那个 MUM 等一下这个变数呢要做计算。哎，计算完之后，最后变零，变零。如果你输出的话，那它就变成零。所以怎么办？先把98765嘛，把它先输，我先执行给各位看一下。其实这个结果应该会也是会一样的，只是说哈，那个做法是差异还蛮大的，有没有？一样，结果一模一样。那有哪些地方比较不一样哦？首先第一个哈，我们的范围一样，从零到 LEN 哦，所以是一定是跑零一二三四，一样也是。跑五次哈，那最大的差别什么呢？特别注意哦，我们是拿这个转型之后，比如说我第一个哈，我把这个 number 哦，特别注意哦，九，我如果现在要取五的话，怎么取？其实特别注意哦，九八七六五对哈，那我可以怎么样呢？我可以先除以十，除以十的余数哈。余多少？余五嘛，除以十的余数余五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时候啊，特别注意哦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得到什么？得到五这个数字了，有没有？那我就把五这个数字什么，把它累加起来。所以呢，这个地方哦，上加等于啊，其实这个我刚才也把它写统一哦，上等于上加上那个五哦，其实意思就是把五先把它怎么样取得那。特别注意哦，如果我现下一次哦，九八七六五啊，九八七六五，假设余数为五的话，那我下一次呢？假如说我要再得到六的话，那如果我下一次还在除非除以多少，必须把这个去掉吧，然后再，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个五给去掉？其实最简单的方法是吧，除10就可以了。我前面有讲过嘛。除以十，除10，意思说除以十之后的整数部分哦，所以哦，刚好就是什么，就是把什么把五给去掉，有没有？除10，意思就刚好呢，我是除以十之后的整数部分，所以刚好9876点，没有点五了啊，就是整数。OK，所以9876再回来这边的话，那我如果除以十的余数刚好为六，为六的话呢，那我得加，所以要把它加起来，好，然后又除10，又去掉它，然后就七六，七八九，那分别就累加，累加完之后的话呢，那我就可以怎么把结果给输出，结果 OK，应该可以懂这逻辑吧？有没有？用求余数再加上除，这两者搭配起来。就可以得到结果。不过你会发现啊，这个方法好像比刚刚还要复杂。我不知道啦，我是发现有些人对数学比较怎么样，比较熟悉的话，他喜欢下面的方法。但一般人哦，应该还是比较喜欢上面的写法吧。OK 啊，不过跟各位讲一下，你不一定两个都要学啦，你只要学一个就好。好，所以如果下面这个仅供参考，如果你觉得下面实在太难懂了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跳过。OK 哈，我大概说一下啊，最后的话一样哈，我就把这个结果一样做输出，只是说这个 number 要先预先留下来。如果我这个 number 哈，假如像我刚刚这个，如果我没有把它留下来这个数字的话，我直接输出 number 的话，你会发现哦，假设没有把它留下来，你这个值如果没有留下来，98765 enter 会多少？有没有？sum 有没有？这个地方变成什么？变零了？为什么？因为 number 已经计算之后，因为除嘛，一直除。除到最后除以十，连九都除掉了，那就变零了。因为0.9
除了10之后0.9，它意思说把小数点都去掉了，OK 哈，啊就什么都没有了，哦啊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地方为什么先把增加一个变数，因为我先把它存起来，到时候呢我才有办法输出 ，OK 大概是这样的，所以呢这个地方是方法二，哦啊当然呢两个方法哈，你看哪个方法简单你就用哪个方法，不过看起来啦，因为。 其实我自己想到的是这个方法，那你们书上面，你们的书上写的应该是下面那个方法 ，OK 哈，所以哪个方法好呢？我觉得还是我想出来方，你们看一下，我记得印象中哈，书里面提供的这个答案好像是下面的方法 ，OK， 那最后的话呢要跑几次，特别是哦，跑几次的话呢，上面只要加两行就可以了，哪两行呢？第一个 input 啊，不过特别说这边一定要 INT。 给 A， 比如说我输入一好了，一啊，那就是跑一次。那跑一次的话 ，for I in range 哈，特别重要 ，in range 之后的话呢，那我就怎么样，0后面加一个 A 就可以。比如跑一次的话， 0然后到一啊，刚好0.0就跑一次而已。OK 哈，所以特别重要，加了这两行的话，意思就是说你要跑几次。所以呢，我们把它执行一下。假设我要跑一次，那它会多一个这个。 input 所以一 跑一次哦，然后呢，它输入之后要00，那就实际上跑一次9876 enter 哦，就把这个结果给输出啊，就这个回圈就结束掉了啊。如果跑3次的话呢，那这边输入3啊，分别把那个资料一个一个填上去哦，那它就会帮我把那个结果给输出，第一次哦，第二次，第三次。 啊，随便输了 ，OK 哈、哦，结果就成功了 ，OK 哈、哦，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刚刚主要就是补充了，如果你假设不用上面这个方法，你可以用什么求余数再加上除除 ，OK 哈、哦，然后呢再加上跑几次的话，很简单，只要在外面呢加上一个这个回圈去数就可以了哈、哦，啊，把画面还给各位试一下啊、哦。